这是意大利最甜的地区。这里生产的意大利巧克力甜点远销世界各地。巧克力是意大利最常见的甜点，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巧克力是情人节恋人们最喜欢的食物。中国近年来，年轻人也喜欢互相赠送巧克力，表达爱意。巧克力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3000年前，美国中部地区的印第安人就已经发现从可可豆中可以提取出一种提神的苦饮料，这种饮料被视为生殖力和生命力的象征。美洲成为殖民地后，约在16世纪初期，可可豆登上了欧洲大陆，将可可和糖搭配在一起，就可以制作出一种非常美味的饮料。1705年，教皇向中国清朝康熙大帝赠送了150枚巧克力，深受康熙赞誉。意大利的主要巧克力产区为皮埃蒙特，这里的手工匠人使用的仍是传统制作工艺，需将可可油和可可豆粉融合在一起，再加上当地的糖和其他配料，才能制作出高品质的巧克力。皮埃蒙特还盛产特色杏仁，是巧克力的最佳伴侣。杏仁和巧克力搭配在一起，可以制造出各种独一无二的甜点，如乔都伊奥托都灵软巧克力糖。这种特殊的巧克力糖呈翻倒的船形，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乔都伊奥托是意大利狂欢节的一种面具名。杏仁包裹上巧克力，也可以制作出一种可涂抹的巧克力酱。如今，这种巧克力酱也成为了意大利标志，在世界各地都深受喜爱。意大利巧克力制作工匠极具艺术天赋和想象力，他们制作出了各式巧克力产品，从酒精饮料到面食，都能找到巧克力的身影。搭配了巧克力的特色面条，口感独特，无需任何调味品。巧克力也可和意大利其他特色菜肴搭配，为它们增添一抹独特的香甜口感。巧克力的成功得益于它给人带来的幸福感。巧克力可以刺激脑部神经活动，产生幸福的感觉，因此巧克力也是最好的抗压品。巧克力对健康非常有益，如可促进心血管循环，提高整体健康水平。巧克力在意大利还可用于身体理疗。巧克力搭配上杏仁精油是绝佳的按摩产品，可养颜美容。泡上整整一缸40度水温的热巧克力浴，也是颐养精神的最佳选择。巧克力是最幸福的甜点，对健康也大有益处。巧克力也被誉为是神赐予的美食。皮埃蒙特的巧克力工匠将巧克力制作雕琢成了一门真正的艺术。